我增加了一个控制结构在它上面，好，那也都做完 link 跟 reset form。好，那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加在这个结构底下有点复杂，所以我们重新 pick 一次，一样哈，那个 master 还是一样的东西，还是一样的东西。modifier 雷达控制，点不到，再来一次，因为从那个角度它跑到萤幕外面去了。这样，好，一样这一个，那 slave 比较麻烦一点了，这里有的点了，一二三四加进来，哎，糟糕，它的轴向应该是。我猜测是 y，rotation y， 然后它就会再继续往下加，这里就会得到这一组 state， 哎，六应该是多的 ，state 七里面控制这一堆，里面控制这一堆，只是说我的 state 七的位置错了，因为它应该要在这里 ，state 七的那个起始数值这个。这个数值应该要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大约在50，我估计大约在50到60之间。那怎么办？还可以改，从这里。好 ，state 七的位置从60开始，这样子比较，我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往下控。那这里嘛，这是 state 七的状态。好，那 create mode 回到，哎，不对，离开 editor mode。按错，现在是要在这个，糟糕，那两个物件是什么 ？N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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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 对，这几个，这一二三四，再 create mode 再进来，然后继续往前调，开始调这一堆了。其实如果要调的复杂一点，我可能只能调到这里，然后开始转。再转，这个也是，应该有对称吧？有，好，那 create mode， 所以现在这一个一二三四是这四个，那然后呢还没完 ，master 继续往后推，转，然后再 create 一个，好，完成。那，哎，怎么会在次物件？好 ，OK， 现在应该，啊，糟糕，前面都被我关掉了，要回去检查。要回去再检查一下里面，因为这个东西最好是一次做完。那现在前面的被我给关了。State 四，哎，前面的被我杀掉啊，那我要重来。好，就是最好呢，你一次把你要控制的东西全部加进来。像我刚刚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出现，不小心把那个操作的过程给关了。好，那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哎，它的角度是，所以不是 Y。不是 Y， 不是 Y， 那就乱掉了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有，没有，还有，找到最后一格，找到最后一格的这几个物件，最后一个影格，我刚刚做的最后一个 state， 最后一个 state， 他们的应该是哪一个轴向？应该是这个，这一个。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物件是这几个。这里的问题是，它一开始就转了啦。一开始，刚刚那个歪掉的问题是，我不是先设打开，然后最后才要设这个转动吗？可是因为这一个 state 9它会从零开始算过来，
那这好小好小，有点麻烦哈，我想现在先不要动它好了，因为这现在去动它有点复杂了哈，所以先不管了。就是你了解一下，就它现在的状况就是设 animation key 的概念，我前面先展开，然后最后一格我希望它整个转90度的时候，它的 key 从这开始，所以当我收回去的时候就是歪的，然后从这里开始一路歪过来，那这变成是我在修的时候就会很麻烦啦，这里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看不出我要调的数值是多少，这个很麻烦，试试看。好，离开。哇，更糟。好，那所以那个数值要找到。我现在是设的位置设错了哈，我硬调的方向错误了，那这个可能请实际上做的时候再做调整。好，就一开始要把东西都加进来了。